新冠肺炎的疫情发生多一下，已经在全世界采取一定厉害。QVP 就作为用台湾机箱设计的防疫关怀包35,000份，来提供本球团团球包防疫内容。南美族的巴西在台球接种一定多位蔬菜，新冠肺炎扩展的人数也已经在全世界提升多位页。南美族的球夫委员就说，南美菜体都见就限体没带最爱美的习惯，影响的人数一定多。天热新冠疫情从全世界拆开来，侨胞单单面对防疫物资不拉，无做爱得到无安改问题。侨费制作用台一箱十几页防疫关怀包35,000份，提供本侨团同侨胞来防疫。还有非常多的旅外国人，受到的挑战。那么所以从去年至今哦，侨委会呢，积极的做了一些事情。今天各位看到我们的这个防疫包呢，借着这个防疫包刚刚在制作完毕验收之后呢，我们今天也在这里然后特别呈现出来。到2021年为止，全世界新冠疫情确诊人数降减了9,783人，其中南美族巴西确诊人数全世界第三多的，超过863万人左右。巴西南美青岛台湾侨胞受灾，巴西政府在去年三年的封城，先前的疫情还没发生前，彩贴客家乡亲。搭上呢都系固定起飞，不过停顿封城发通的停牌呢，一度向前无奈何去。去年旧年头先呢咧，各派派关怀起飞，联络感情相互加油，还送几下条防疫革命福袋。平均一年的确诊人数呢，超过6万人、6万3，一年很多会失业超过3。那客家乡亲会问问讲啊，哎呦，安尼地方，你那个待了唔会惊噶？因为我们待的时间也久了，所以我们用的去行通出入同时我们太快地。防疫因为在我们中南美洲来讲，尤其是巴拉圭，为什么会这么严重？因为大家都不注重这个口罩，几乎差不多不戴了。QVP 因应疫情推出海外侨台商防疫纾困整合方案，提供用纸纾困，同侨台商摊位置私营人员，另外还推出抗天疫苗 APP， 用全世界侨胞远距离抗天咨询服务的方案，来同海外侨胞抗天听咨询。客家新闻林伯君、张文修综合报道。